即係好話唔好聽，你自己激到人哋開槍，咁你仲發咩惡㗎？即係你識發惡，我哋唔識發惡㗎。我俾你害死咗咁多條人命，係咪先？我嗱，首先講有荒幾個荒謬之處嘅，最荒謬嗰個就係佢哋警方唔肯，佢哋馬尼拉菲律賓馬尼拉警方唔肯交出嗰個槍手門多薩嘅 DNA。喂，大佬！你咁样我哋唔使审啦。我哋连门多萨嘅 DNA 你哋竟然可以唔交出嚟。我哋点去查啊？仲有那个枪手係佢哋话係俾马尼拉警方击毙喎。喂，你点佢马尼拉警方系边个警察击毙佢㗎？边支枪击毙佢呀？佢个枪手中几多枪死㗎？系从乜嘢角度射入啊？你呢啲全部有冇交代先？我从到而家为止從來冇一個馬尼拉嘅警察或者追擊手話係我射死佢嘅，你喺邊度射死佢啊？唔係你話一句我射死佢，係我哋打死個槍手，就係你打死喎。我認為個槍手係自殺嘅，因為點解呢？我睇翻個張槍手服屍嗰張相咧，佢嗰個右邊太陽穴係有一條好幼嘅血痕流出嚟嘅，幼嘅血痕咧係代表咧嗰個係一個細嘅子彈窿，但係佢嘅左邊太陽穴咧嗰邊係爆開嘅。老張飆出嚟嘅、啊，你好嘢喎、啊！呢個係我哋法醫要學嘅嘢嚟。係啦，即係證明嗰支槍咧，因為個槍手，我認為佢係以為自己打死殺所有嘅人質，因為啲人質炸死啊嘛。咁佢殺咗人之後，唔通落車自首啊？佢、以佢嘅性格一定係自殺㗎啦。佢、自己當時槍手據報紙所講，佢係有短槍㗎，手槍㗎。因為如果你用長槍 M16 咧，要指住自己頭好困難嘅，咁佢用短槍嚟開槍咧，而從佢嗰個子彈嗰個打嗰、那個佢嗰、那個太陽穴啦，即係我哋人自殺咧，通常攞起支手槍就係指住嗰個右邊太陽穴，因為佢右手揸槍㗎嘛。咁嗰、個從嗰個子彈同嗰、那個額頭。右边爆出嚟嗰刻力度，我哋就可以判断嗰粒子弹系由右边射入左边爆出噶嘛？系啊，梗系啦。即系我哋系有个逻辑，系一个分析喺度。但我想问一样嘢，就系香港警方有冇去验过门多晒嗰条尸？如果冇嘅话，咁我想请问你哋点样证明嗰个枪手系被马尼拉警方击毙咧？咁系咪佢哋佢哋话系佢哋击毙，你哋就要信佢咧？定抑或佢攞啲子弹碎话嗱呢啲？呢啲子彈碎咧就喺門多薩嘅頭入邊攞出嚟嘅，咁我想請問我哋點證明呢啲子彈碎就係馬尼拉警方嘅子彈咧？定抑話呢啲子彈碎根本就唔係門多薩身上面攞出嚟咧？即係其實呢啲嘢咧都係要交代。點解我認為個槍手點樣死係重要咧？因為喺呢件事入邊嗰個槍手因為馬尼拉警方同埋馬尼拉政府佢嘅角色。其實佢哋只不過係做咗一樣嘢，就係、是、刺激個槍手，令到佢開槍。但係最後個槍手係喺以為殺曬所有人質之後咧，吞槍自盡。但係馬尼拉警方咧，為咗唔想令到人哋覺得佢哋無能，乜都做唔到，所以佢就話個槍手係被擊斃嘅，係攞翻立翻個彩。所以我覺得咧，嗱、你睇呢件事而家已經所謂叫做冇嘢可以做啦。但係我哋香港政府夠唔夠膽發一份，有冇發一份聲明話我哋對於馬尼拉警方佢哋所今次採取完全不合作態度，唔派人嚟，唔交出嗰個槍手嘅 DNA 呢啲咁唔負責任下嘅態度咧，我哋係表示強烈不滿。即係點解連一份非常之不滿嘅聲明都唔肯發出咧？所以呢件事我係好憤怒，同埋有太多嘢咧，我哋香港警方咧，究竟有冇去查到？因為一個牽涉咁多條人命，嗰個槍手最後係點死？如果你咁都冇去查嘅話咧，你冇將成件案嘅整個過程嗰啲資料咧，將佢全部還原攞曬出嚟，然後先至可以還原整件案噶嘛？你唔可以知啲唔知啲，我淨係知道啲人質點死，但係唔知槍手最後點死，我哋冇去查到。咁又點樣還原一單案件呢？請問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呢有仲有太多疑問，同埋呢對於馬尼拉政府警方佢今次採取完全不合作態度，甚至乎連槍手嘅 DNA 都唔交出嚟呢，係非常之憤怒囉。我要強烈譴責佢哋，同埋亦都要批評我哋香港政府呢
佢所做嘅嘢就连基本嘅啊表达强烈不满呢、嗯、都冇做到。嗯、我要讲嘅係咁多。好、嗯嗯、多谢洪生真知灼见啊，讲得好好嘅成件事，完全同意。係咯。喂咁、嗯、但係就即係香港政府就第一佢就係卸膊㗎啦，第二呢就佢又会赖落去佢哋冇外交权啦。咁我就想问咁所以呢就冇办法。祖国有冇为你先出个头。冇错啦，就係、是、香港特区政府冇呢外交交涉权啫，咁但係你有阿爺喺度㗎嘛。你可以。佢有讲话佢要求呢个外交部呢要去同佢飞。冇错。中国外交部又有冇睬你咧？咁嗱，我哋睇翻啦，嗱，你震灾震咁多灾啦，吓、啊，外国又搞咁多外国教育啦，好啦，而家咧有啲嘢要你帮手出头啦，咁、嗯、又唔知去咗边度噶喎？汶川大地震嗰廿亿咧，系嘛、啊，即系喂大佬，即系你都做翻帮香港人做翻些事。同埋你睇到嗰啲官员嗰种刚愎自用咧，嗰、嗯、啲嘴脸咧，真系非常之咁乞人憎嘅。即系你菲律宾嗰个系咁啦，我哋呢边嗰个李少光又系咁，系系咯，咁啊，同埋光头佬。又系咁样，边个光头啊？即系曾啊，曾咩？景曾伟雄系哦，哇！呢、這个要打击、嗯、大佬系啦，嗯，又系咁、嗯，即系嗰种刚愎自用，就系佢会将指鹿为马，会将黑讲做白，嗯、就系为咗维持佢个官威咯。嗯，但其实即系呢、這个就系官僚嚟嘅，尤其是即系喺冇即系足够人民嘅监察啦，同埋舆论嘅监察嘅，同埋佢会落台嘅可能呢、這个咁嘅机制咧，就会系咁。系啦，人性系咁嘅，权力就会同埋都盲毛啊！只要你摆个样出嚟话，喂，你哋班成班刁民嚟乜乜乜，自然有扎盲毛出嚟同你立喊助威，觉得你就系个道理喺你身上咯。嗯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复杂需要解构嘅问题。咁但系亦都有啲民间嘅声音就系话，不如循民事诉讼去菲律宾法院嗰度去睇下可唔可以索偿。如果你可以顺得过菲律宾法院，系咯。咁当然即系呢个大事。但系我即系睇下你点做咧，即系我觉得好多嘢都可以做嘅。即系如果你唔介意个结果系点样嘅话咧，你系为咗即系个程序嘅公义，或者事情嘅水落石出嘅话咧，咁我觉得求偿者一个公道，都系即系任何觉得有可能会有帮助嘅嘢去做咧，我觉得。都是值得鼓励的，我觉得是。特别是家人其实受的伤痛真的极大。是但是看住个自己个仔看住他有机会看住他你一路都看然后最尾是这样的。其实真的那个对那个人的伤痛即是个家人的伤痛其实真的非不能够形容。即不过讲回日本即是时间用了一点点今集就是咁如果大家有睇周刊呢就蔡东豪有一篇文就讲他觉得日本就会再起嘅，就系因为呢个咁大嘅灾难。咁呢个系经济学人杂志咧，都系采取呢个同一个个睇。而家对佢哋嗰个经济嘅打击系咪？嗱，经济嘅打击会唔细啦。第一就系嗰个额大约去2000多亿美金啦。咁但系其实即系日本始终系一个好经济好发达嘅国家，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咧，始终而家觉得最大嘅影响可能会系农业品出口、农产品出口，咁始终日本其实唔系一个靠农产品出口主要嘅一个大国，亦都可能只系局限喺某几个县。咁但系好可能亦都，譬如可能对于佢嘅旅游业啊，都有影响。但呢个亦都唔系日本一个好主要嘅佢嗰个生产力所依附嘅嘢。如果香港有啲辐射咁，令到啲人唔嚟嘅话咧，咁就即刻玩完咗。咁但系日本其实系真系一个工业嘅大国嚟嘅。其实而家就系话咧，由于因为地震嘅关系啦，或者因为电力供应不足啦，令好多厂嘅生产都慢咗，甚至停咗咧，令到其实全世界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啊，都好依赖日本嘅，譬如个 parts 啊。据闻 iPad 2就系。系啊，咁所以都会有。咁所以其实日本仍然系一个对呢个世界好有影响嘅国。咁当然系啦。咁但系即系譬如蔡东豪嘅睇法咧。我自己是同意的，就是经济学人。如果日本是可以借住这个机会，尤其是譬如你见到这个东电的无能，或者政府的始终是有一定的贪腐和互相包庇的话，我觉得是有可能借住这个这样的大灾难呢，成为他清洗一下，即一个直情是历史的转捩点嚟嘅，咁尤其是即系我个人，其实即系撇开嗰啲所谓历史因素嗰啲嘢啦，日本人嘅质素系真系好高嘅，系啊，即系尤其是譬如啲人呢十几年嘅成所有嘅 message 就系日本系其实即系衰咗20年啊咁样嘅，经济唔掂，一路都复苏唔到啊，系啊，收唔到啊，咁啊里边又即系好又冇人工加啊，啲人就一路通缩啊，咁样即系好一个，但系人哋唔知活得好 gloom 嘅 picture 嚟嘅，但系即系如果你有去过东京旅行啦，我就同好多人都咁讲。
行，如果你去日本，入唔好東京添啦，即日本其他地方鄉下啲嘅旅行咧，你就會發覺，特別係東京咧，如果我用同香港比咧，東京我真係我堅持嗰句，東京係高香港十倍。係啊，係一個好高質素嘅地方。個、啊、人民質素很高，人民質素、社會嘅質素，一個大都會嘅感覺嘅氣息，要嘢最尖端、最頂尖嘅嘢，東京都有。我真係再講多次，如果東京人是懂讲英文的话，赢晒的了。香港是没有订期，是没有订期，根本完全不是那个层次。所以我对于，而其实譬如我对这个看法，我跟经济学人看得好，经济学人是不嬲都是日本的最忠实的支持者来的。他一路这十年，即是二十年，一路都吹捧住。一有些机会觉得，一有个经济有转势，他就会啊，日本就会向上飞了。他都估错了很多次了。但是他今天仍然是支持他，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和蔡东豪的看法都一样，就是觉得其实日本真的那个国民的质素是去到很极高。其实基本上欧美的国民都是自愧不如的。咁如果一个咁有质素的国家，只要佢最关键的几点，就是我觉得是两点嘅啫，就是嗰个政治体制嘅腐败啦，同埋嗰个即系包庇啦，其实都是一啲儒家文化嚟嘅。我觉得日本点解有唔学？是咁唔係好學嘅，咁佢呢個係佢嘅本，根本上就有兩樣最主要嘅儒家文化令到佢係阻止佢再向上飛嘅。第一就係頭先所講咧，就係即係憑黨包庇啦，即係中國人或者即係呢個文化咧，其實真係好中意係包庇自己啲親朋戚友嘅。咁呢個日本嘅政治體制係咁咯。第二就係其實咧，佢日本最大的問題就係佢未能夠釋放到呢個女性嘅生產力出嚟。其實如果你諗下，如果日本嗰個女性嗰個工作或者佢嘅地位係可以有，譬如好似香港咧，甚至唔好去到香港咧，即係台灣啊，或者即係歐洲某啲地方咁高嘅話咧，佢嘅生產力一釋放出嚟咧，嗰、那個睇法亦都唔咁呢個時間嘅問題。係，但係呢個都即係你仍然未睇到佢有個文化嘅轉變。文化好，我覺得而家如果就有一個咁樣嘅衝擊，令到即係有嘅思考，令到呢兩樣嘢。都系我都系儒家文化嘅余毒，可以解冲破到嘅话咧，其实日本系会好有前途嘅。呢、這个我自己嘅睇法，可能好乐观啦吓。咁、好多人未必系咁睇，咁但系即系呢、這个系即系我呢几日个谂法咯。同埋佢哋政治上即系唔单止包庇啦，嗰、那个制度上嘅守旧啊，同埋嗰种就系用人为亲啊，即系只有亲信嘅继承啊。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儒家文化即系就系咯，咪就话其实真系有些少，我真系衰啲讲好学唔好，我就其实都觉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咧都好深远，但系有好多时就系负面嘅影响。即系点解唔够好似西方国家嗰种进步神速啊，或者嗰种改善嘅空间？佢嗰自我修正嘅能力唔够。系啦，冇错，即系佢就系经历咗一个佢一个好大嘅好快速嘅增长，但系就因为呢个最根源嘅。政制問題、文化問題啫，就令到一出現一問題，譬如佢即係泡沫啊，有泡沫嘅話咧、就冇辦法自我修正。係、如果能夠可以因為趁呢個機會可以改正嘅話咧，咁呢個係一個。同埋我都相信，譬如呢次意外，大家如果細心啲睇，睇到即係日本人有陣時都會即係佢嗰種就係發生突變事件嘅時候，嗰應變能力反而可能就係佢哋嘅其中一個弱項嚟嘅。就可能佢哋即係固步自封啊，或者 stick with 傳統啊，原則性好強啊咁咧，佢對於一啲應變啊、意外事故等等嘅處理咧，就反而可能未必有其他國家嘅民族咁好咯。咁、呢個我哋或者睇下當電視再係啦，再 review 多啲嘅時候，我哋再繼續分析啦。咁啊，今集時間差唔多，最後送上又係志明與春嬌嘅另外一首歌啊。係兩隻嘅，都係佢嘅原聲大碟音樂啦。第一隻叫 Dream Smoker， 第二隻叫做 N55IWLWI， 好複雜呢、這個歌名。anyway， 好啦，咁啊，即係 I miss you 啊，哦，即係 I miss you 咁解啊？點解啊？調轉。哦，你冇睇到戲咩？我睇到呢度已經瞓著咗啦 ，sorry。好啦，咁就下個禮拜再見。下禮拜城市再論壇傾過 ，OK， 多謝收睇，拜拜。